极度专业，欢迎收看极度不专业 DIY 教学。来，我的洗衣机出 bug 了，就是洗涤模式这个转盘不会转，洗衣机也转不起来。然后，但是脱水的时候外桶可以转。好，那你看这个转盘现在是这样，正常的话应该是顺的。好，那到时候。对，我会放一个影片，我同事的。好，那拆一下，我先把这个螺丝拆下来，十字的，我看一下是不是有卡东西在里面。OK， 那拿起来的时候会不太好拿。那原因是我刚刚是两只手平均一起施力一起拿，因为它这里有牙齿，有没有？这里有牙哦，所以说它卡住会不太好拿。好，我看一下，里面看起来没卡东西耶，是不是完蛋了？好，各位，我们的这个洗衣机已经修好了，然后把这个膜拆掉，我就是这个打了一通电话给房东啊，房东就帮我把它换新的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洗衣机也算是好了OK， 拆掉，这个膜拆掉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所以下面转盘会不会动？会动了哈。OK， 那我们这个洗衣机就算修好了吧。那就谢谢各位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了。洗衣机坏掉，打一通电话给房东说洗衣机坏了这种事情也不用花任何一分一毛钱。OK， 那以上分享给各位，拜拜。